san si t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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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 ti hom。那我们今天呢讲这个生死两个字。我们学佛这个修这个宏光大成就最重要的一个目标，就是要了生死，不但知道生死之事，而且生死要能够超脱，变成无生无死。这可以讲啊，生死能了，超越生死，不受生死的轮回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宏光大成就。我们晓得，我们现在啊，你只要不修行的话，这个四个字，生死凡夫，在佛教里面呢，提到什么是生死海。生死啊，跟海一样的多，叫做生死海。不要以为啊，我们人只有一次的生死啊。这一生当中啊，一次的，其实一生当中确实是一次的生死，但是有多生多世，生死如同海一样，叫做生死海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种讲法叫生死轮。什么是生死轮呢？生死由不得自己的，就像这个轮子一样在旋转，很大力的在旋转。那么一旋转的话，你的不是生就是死，不是死就是生，天天在那边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。那么这个不只是生死海，也是很大的一个旋转的力量，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主的，叫做生死凡夫。其实我们生死啊，很简单讲，也就是一场梦一样的梦幻，一场梦幻。人的一生啊，我们常常这个讲啊，人的一生啊像一场梦啊。有些人写文章就是讲，人生啊就是梦一场。知道是梦，但如何脱离这个生死的这一场大梦，能够了啊这个生死的这一场大梦呢？所以我们修行啊，这个学这个宏光大成就，最主要就是要了生死，还要自主自己的生死，超越生死。那生死也就是人生的一个大事，我们从出生啊，从出生一直到老死，这一段就是这个人生的过程。每一个人都一样，每一个人都同，时间长短不一，但有生就一定有死。这个是佛陀里面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理论当中的一个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恒变力。释迦牟尼佛讲恒变力是讲说，一切都是在变动的，生死也是在变化的、变动的。生老病死啊，都是在变化的，叫恒变力。所以身体健康的，不要以为永远都是健康。青春的，不要以为永远都是青春这个你体力好
不要以为永远都体力好，这个叫恒便利。佛陀最主张的就恒便利，说生的会走到死，富的也会变成穷，健康的也会生病，这个就互相变动的。这是佛陀他自己去思考他的本身呢，叫做恒变力。这个力是一种这个好像是说因果一样的这一种循环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修行啊，最主要就是要啊超越这种恒变力。你知道什么是恒变力吗？像水啊变成气，那么气变成云，云变成雨，雨又变成水，水又变成冰，这个就是恒变力。恒变力就是轮回，就是生死。那么了解了生死以后啊，我们就要知道怎样子去修行，那你就是要学到能够自主啊，要能够自主生死。以前呢、啊，这个红教的一个祖师罗那上师，有人问他如何自主生死，最快的方法是怎么样子自主生死？啊，他讲出一个最快的方法，最快的方法就是你呼一口气，把气呼出去。然后把你自己的心啊跟着这一股气出去，就是最快的方法。我们初听啊这一句话，感觉到怎么这样子讲，呼出一口气把你的心也呼出去，就是最快的了生死的方法。其实他这一句话是有道理的。密教啊，你修行密教到了你证悟的时候，觉得你必须要抛掉这个躯壳要走的时候啊，也是很自然的、啊、自然而走的。其实就是怎么样呢，把你修炼好的固定的那个明点，已经修炼成的那个明点，也就是你的生命的精华，顺着中脉用一口气震荡，把这一个生命的实体从你的窍门给它飞走。这个就成就了，这个是自然的，你自己知道我应该这个时候走，然后你吸一口气，把你的生命元素顺着中脉推出顶窍，这个就是寄生成佛。跟罗那上师讲的，呼出一口气，把心啊顺着那一口气出去，这个就是成就。你能够做到吗？今天你密教行者能够啊吸一口保平气，用最大的气力把自己的这个啊心中推出去，进入宇宙之间，这个就是寄生成就。这个就是寄生成就，跟罗那上师讲的相应。能够这样子做的，也就能够自主生死，也就是一种成就。这个也就是说，自己心中的光推出去，进入宇宙的光之中，这个也可以讲是宏光大成就。所以你所谓自主生死，就是自己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主人。 Om Mani Padme Hum。